遵唐命。皇后身穿金色的华服，腰系彩带，侍立在上主的右边。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星期六，8月22日，啱啱系呢一个圣母呢个蒙召升天嘅一个礼拜，我哋教会咧庆祝今日圣母成为元后，即系皇上嘅母亲，耶稣君王嘅母亲，加冕成为天上地下嘅母王咧，天使所服侍嘅母后。我哋多谢圣母作为耶稣嘅母亲，但亦都系我哋嘅母亲，帮助我哋，帮助我哋藉着佢嘅转土，一切喺呢个耶稣嘅家庭里面去望住佢，仿效佢，跟随佢。让我哋喺呢个弥撒圣祭诚心认罪，再一次专注跟随主耶稣，准备去迎接佢嘅体血进入我哋嘅生命里面。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立了你唯一圣子的母亲作为我们的母亲和天地的元后，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转求，将来在天国获享作你子女的荣耀。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共读伊撒以亚先知书。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浩光，光辉已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你加强了他们的快乐，扩大了他们的欢喜，他们在你面前欢乐，有如人收割时的欢乐，又如分享战利品时的愉快。因为你截断了他们所负的重轭，他们肩上的橫木，以及压迫他们者的短棍，有如在米德洋那天一样。因为战士所穿发响的军靴和染满血迹的战袍都要被焚毁，作为火焰的燃料。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了，有一个儿子赐给了我们，他肩上担负着王权，他的名字要称为神奇的谋士、大能的天主、永远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权是伟大的，达美的预座和他王国的平安是无限的。他将以正义与公平巩固与保护这王国，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上主的热诚必要完成这事。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上主的仆人，请一起赞颂，请一起赞颂上主的圣名。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从太阳东升直到西倾，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上主高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凌驾穹苍。
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谁能相似上主我们的天主？他坐在苍天之上的最高处，他必会垂目下视，观看上天和下地。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他从尘埃里提拔弱小的人，由粪土中举扬穷苦的人，叫他与贵族的人共席，也要本国的皇后同位。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从现今直到永远无穷。Allelu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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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万福玛利亚，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纳亚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美家族中的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定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美的预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庆祝圣母被加冕成为天上地下的母王世人的主保，她是称为天使之后，称为这个圣祖之后、中途之后、殉道者之后，很多的名称都是讲述她是母王。母王在这个犹太基督信仰 的背景的文化里面呢，当讲到这个皇后并不是讲紧皇帝的太太，是讲紧皇帝的母亲。皇帝的母亲在这个文化的背景里面呢，是了解呢，是不是一个他并不是王，并不是有实权的。但是个角色呢，在这个犹太人早期的那个文化里面呢，了解呢，是作为一个为百姓呢请命的角色。皇帝的母亲呢，他的角色呢是为百姓请命，来去
向皇帝呢、代表百姓呢、邀请皇帝呢、去正视某一啲嘅嘢。咁呢、這个旧约里面呢都见到即係皇后母后呢係有个咁嘅角色嘅。喺圣命里面有都提及呢，即係讲述呢、這、一个默西亚嘅时候呢、有呢个母后喺佢身边。有个母后喺佢身边。咁所以呢个圣母咧，呢个角色系理所当然，因为的确系耶稣嘅母亲咧。佢并唔系天主，并唔系三位一体嘅当中，但系佢的确咧，又藉着佢咧三位一体咧，同人嘅结合咧，成为咗有可能。圣母嘅一声愿意咧，天主同埋人性咧，就变咗合二为一啦。就产生咗耶稣完全嘅人。完全是天主，而圣母呢又成为了他的母亲。俾我看到呢，所以在这个玛利亚的我愿意当中呢，耶稣呢已经在那时候召叫了他呢会成为天上地下的主宰。这个王呢，这个耶稣君王呢的母后。所以在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将圣母玛利亚这个他的母亲呢交托了给约望呢，这个他最爱的门徒呢，跟他说，这个是你的母亲，这个是你的儿子，的时候呢都交托了给我们。某程度上就算 不是这里有一个外在的实质的记录组的交托呢，圣母玛利亚自自然呢都会是教会的母亲，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只不过这里呢就变了完全清晰了，在十字架的这个派遣，这个交托，这个立定。所以圣母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并不是跟我们争耶稣的位置，圣母在这里 是扮演一个，特别今天封她为元后，她肉身灵魂都升天了，升到去呢，我们庆祝她受光荣。咁呢个系理所当然，呢个理所当然。耶稣在世最爱嘅咁多个千千万万嘅弟兄姊妹里面最爱嘅一个，自自然然呢会继续系最爱佢。而同样作为佢嘅母亲母王呢，圣母被立定为我哋做转求呢，系比所有任何嘅角色任何嘅人呢都系更重要。因为这个是他理所当然的位置来的。就会看到天主是一开始在最初的救世计划里面已经预定了立定了圣母是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对圣母的一个的敬礼是非常之贴切，非常之对，因为耶稣都对他这份的爱情，如果我们爱耶稣都会爱耶稣所爱的。耶稣最爱的圣母，最愿意亦都是透过圣母的转求所回应的天主的旨意成就于圣母所转求。所以我们作为圣母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是这个是最安全最肯定。很多圣人都有不同的写法，特别是这个圣 Louis de Montfort，他的写法就是怎样，就是我们要献东西给耶稣，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东西是不漂亮的。我们连同圣母呢，圣母就将他换过个本执靓了他，还有他代我们去献，那就变成了完美。所以透过了圣母呢，我们仍然是走近耶稣。圣母的工作都是很清晰的，在这个特别是这个加勒婚宴是什么命令我们不是去他那里，他说望住耶稣，佢叫你做乜你做乜。所以圣母唔系喺前面阻住我哋，而系企喺我哋身边，甚至喺我哋后面呢，去将我哋拧返去望住耶稣。我哋生命里面呢，我哋好多时把持不定，系我哋知道系应该走向耶稣，但我哋一个人好多时会走乱方向，好多时会忘记咗，好多时会跌入咗自己软弱的陷阱，魔鬼的陷阱，世界人人引诱，很多时候会变成我们不懂得忘记了
我哋灵性上的很多的装备武器。在这个茫茫的世途的海洋里面，所以圣母亦都称为一个海里面的星神 Star of the Sea， 去导航回望住什么，望住那个将要出来的 日头，望回住望正耶稣。所以圣母在后面将我们去掌舵回我们，望住我的爱子，你不会走错，你不会走错。所以我们多谢呢，多谢主耶稣的安排，我们今天有这个的庆祝。最后呢，就是圣母作为肉躯灵魂呢都升天呢，都荣福啦，都是给我们预着我们启示给我们呢，天主给了圣母的特恩，令到他自然的体血灵魂呢，是被完全光荣呢，亦都是象征着将来在圣事之中呢，在这个天主的恩宠和慈悲之中呢，我们的终结，我们的终点，我们都会入天堂。如果我们跟随圣母的指引，他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望实耶稣呢，我们入天堂是肯定，我们的肉身呢又会复活，圣母的母腹瘤我们会腹瘤但会再做，圣母受光荣我们都会受光荣。怎样受光荣？耶稣都会说你们将来会跟我一起为王，在天上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而天主的子女就是王，因为天主是王。所以我们去到天堂真的作为他子女，是自己的屋企。所以圣母不单止他作为元后帮助我们，藉着他转土，藉着做我们的母亲，藉着做我们的启蒙，藉着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动力，去提醒我们望着主耶稣，也同时彰显给我们在他身上发生的将来我们都会有份，将来我们都会有份，在他身上被保护了，一开始给了他的恩宠，将来我们会逐步这样去领受。圣母所以望住耶稣，靠住圣母也都帮助我们知道我有个目标，我的在世的生活不是为了短暂的东西，为了永恒的东西，不单止是我，全人类，我的工作是要带人望实这里，走向这个光荣，走向这个永恒，走向真正的释放，真正的福乐，真正的满全，不要寄居于短暂的事。短暂的事是用具我们去救灵，用具去帮助我们去释放，去打碎制肘我们走向天主的事。世上的金钱不是目标，但金钱可以帮很多人呢可以有空间去生活，金钱可以帮很多贫穷的人、疾病的人、在不公义之下的人，可以不会因为这些黑暗看不到天主。在世的安日，有些人没有安日，我们有安日的时候，我们要善用 去款待其他人，去治疗其他人，去找方法去跟人分享，去缔造和平，去释放囚犯，去教导那些没有机会学习的人。在世的很多的我们懂得的朋友的关系，那份的欢乐怎样去跟人分享，跟哀恸的人分享，跟破碎的心灵分享，给他们勇气鼓励他们，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这些不是我们所沉醉于，所自己拥有于，而是帮助其他人可以拆卸了世界的黑暗，而困迫了他们看不到天主的阻拦，我们要从中见证，容许天主大放光明。今天我们庆祝圣母的时候，所以也都跟圣母的心一起去连结。圣母的心最痛是什么？他的子女离弃了主耶稣，今天很多人不认识福音，
今天很多人不敢去见证福音，今天很多人被短暂的世上的黑暗笼罩住、束缚住，被很多的愤怒、哀痛锁死住，让我们所以亦都成为圣母的同伴，在世亦都陪同其他人，亦都同他们一起走向主耶稣。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为疫症的结束祈祷，早日找到疫苗医药为病倒的人他们的家人在种种的压力底下，在这个疫症底下所经历的恐惧，所经历的经济上的压迫的困扰，对将来的绝望，求天主释放这些种种黑暗当中缠绕的人，病倒的人，今天临终的人，愿天主准备他们，最近过世的人，求天主收纳他们，前线工作的人员，求天主赐他们一切所需，保持他们作为天主的使者，将天主那份的爱心和关怀去施予给最需要的病人。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我们为人的转化，特别是在地狱边缘走向黑暗邪恶远离天主的人，放弃了救恩的人，愿天主挽回他们，愿天主的恩宠去灌溉他们，愿圣母的转祷帮助他们。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我们自身 的见证，我们自己每个人诚信的渴求和热诚，愿天主重燃泼行我们内心愿意去诚信的火，不要被我们内心种种的黑暗缠绕罪根去阻拦我们，而更加去依赖圣母的转祷，时时定睛望住耶稣，相信祂的慈悲是大过我们一切的困扰。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为我们的政府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价值观的转向，为那些当政的人士他们的良知能够时常可以擦亮他们的眼睛，能够有勇敢有勇气去站起来，为不公义的为受压迫的人去伸张正义，为无声不能够为自己去保护 的人去为他们去辛勤去努力。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定我们。仁慈的天父，请收纳我们的祷声，助佑我们回应圣母给我们的指导，无论天主吩咐我们什么，我们都愿意努力去回应。愿所求是靠主耶稣基督之名，并藉着圣母的转祷，我们一起依靠祂的转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此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此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为纪念童贞圣母玛利亚而向你献上礼品，求你使我们藉这圣事的交往，时常获得基督的助佑，因他为救赎人类曾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当作无瑕的祭品，得蒙你的悦纳。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在这出世童贞荣福玛利亚的庆神，我们赞美你，称颂你，显扬你。他藉圣神的庇荫，孕育了你的独生子，保持着童贞的荣耀，给世界带来了永久的光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藉着他，你的天使赞美你的尊威，天上的宰祭者、掌权者、异能者和色勒芬天使也钦崇你、敬畏你、欢跃庆贺你。求你恩准我们联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者，主我，我们纪念你的死亡，庆祝你的光荣复活，期待你的光荣再来。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为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永，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天上神粮，求你使我们既庆祝童贞荣福玛利亚的纪念日，将来也能与他及诸圣分享永生的圣言。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今日呢星期六啊，神父就有个备证嘅，咁咧就希望大家为呢一班人祈祷啦，大约会有五六十人到啦。咁系一个神兴复兴嘅祈祷会嘅，喺呢度本地多伦多嘅。咁系今日十至四多伦多时间啦。咁啊系咯，咁啊希望大家嘅转祷可以帮到佢哋啦。咁亦到呢个时间咧，可以每一个成员啦，可以走近天主啦，亦都帮呢个团体咧嘅团结啊、成长啊、互勉啊，可以有增进。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向圣尼厄尔总领天使祷文。圣尼厄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让我们一同献上一个慈悲串经，为疫症的结束啦。为最有需要的灵魂，特别是临终的灵魂，过往这几天离世的灵魂，愿天主引领他们进入天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印，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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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自卑惨苦难，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子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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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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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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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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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自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